咖喱，你等咖喱滚嘛。查个输的多那生意爽。我们先起一个草稿咯，350到400人哈、哦。大家有想过我们一个人吃的分量是多少吗？来到天威佛堂了，现在去厨房看一下、哦、他们现在都在厨房忙着了，准备明天要煮的东西哈、哦。这次是煮大概是300到400人的分量了。来，厨房看一下哈、哦。准备明天要用的。哇，还有补费哦！啊，妈妈，简单的一些。这个是今天的晚餐哦，很快，现在是早上的4:30哦。现在要去准备早餐了。现在要准备的早餐有面、有粥，还有一个黑胡椒面哈，还有米粉啊。现在是早上6:26哈，来焖这个粗面了，等一下。这边在炒的黄面，黄面啊，焖黄面啊。哦，全部出去外面吃早餐了哈、哦，来去外面看一下。哦，现在是工作人员先吃啊、哦。叫什么？全粉。真的哦。哦，哇，米果令，米果令没有拍到啊。炒米粉。咖喱。啊，这个粥啊，哇，靓啊。啊，这个是那个肠粉的酱哦。哦，这个贵宾哦。能吃了没有？你去走那边走越累，你走不大喊走都给我养着我。今天早上7:30哈、哦，人呢陆陆续续来了。今天的人数大概是300到400人呐、啊。这边在查个输的多那生意爽，这个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啊。这边青少年啊，啊，在洗米啊，所以洗米要准备包饭了、啊，蒸饭了、啊，啊。啊，今天煮马铃薯、咖喱、酥羊肉、面筋侠。咖喱，你等咖喱滚啊！
啊，哎，大家姐，捞咩啊？捞鬼豆啊，黑芝麻。哇，靓仔啊！啊，这个菜都捞那个黑胡椒盐哦，还有黑芝麻，黑芝麻炒锅，黑胡椒炒锅放盐去 blend 啊，搅脆它。这个简单了、哦。啊，现在8:38哈、哦，来看一下。剩下不多了，要开始了，法会最漂亮了，这样子。哇，今天是吉隆坡一辆巴士上来啊，上来槟城福慈这边啊，啊，这些年轻人，哈哈哈哈啊，他们也是各有各的岗位啊，招待啊。啊、乡村面包啊，啊，这个很少不了，很少不了啊、哦。这个之前有做过了的，这个影片，来、啊、这边在烤着，两个烤箱，啊，这个已经烤好了的了。这边就各有各的岗位啊，啊，这边在洗碗盘。这豆腐啊。都干，碗盘烫着洗了，这边在抹干水啊。好，我们上二楼看一下啊、哦，来，来，茶点。拍摄坚守街的本堂叫做捐官本堂，因为城市佛堂哇，这个开了整十年，木梳高都没有亲口，也没有这高漂亮啊，做到也没有分堂，道厅是满满，从外到内到正房挤得满满。倒映一头高，那边还有啊。但是，来开始打包饭哦，午餐，面线酥虾，哇，咖喱马铃薯，菜头，有点假，还有多呢，哇，这个什么，橄榄菜饭啊。榄菜饭，晚餐啊，橄榄菜饭。包了300多包。来，我们来看一下下午茶点哦。哇，咖喱包，就剩下两粒包了哦。糖水。啊？糖水呀、啊。拍完大合照了。好、啊，今天任务。算完成了，要回家了。哎呀，上去就过来啊！啊，舍不得走啊！挥挥手啊！啊，今日任务完成啊！自己揾位啊，上镜啊！啊！司机大佬啦！诶，司机大佬，诶！最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接到
这个法会要负责的时候哦，就首先我们要看多少个人可以煮啊，我们就来想早餐、午餐、茶点了、啊。如果人手多的话啊，我们就可以煮多一点，更复杂一点哦。那现在就这边先不要看哦，那我们就看人数了，接到的人数大概是350人到400人呐、啊，就加我们吉隆坡上去的，我们吉隆坡上去大概有60人左右了，那我就给他一个大概的数目，就给他400人了，就以400人来计算啊、哦。那我们先来看早餐、茶点、午餐、下午茶跟晚餐。那早餐呢，就煮一个素的羊肉黑椒面啊，就是那个大面条台肉饼啊，还有一个咖喱肠粉，肠粉就是买一盒一盒的啊，这个最简单的了，这个就快了，这个找人切，然后撒点芝麻，我们就要准备一个咖喱水罢了，跟那个甜酱，那炒米粉，还有炒面、炒黄面跟米果令啊，还有这个五味粥啊，这个粥就是我们前一个晚上就可以先滚，滚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下来，我们就可以再滚一轮啊，这个也是很快的。这个总之早上7点半就可以开始吃了，有这两样，准备个咖喱，然后炒面、炒米粉跟这个，有2-3个人，有2个人就可以搞定了。那接下来就是茶点，茶点就咖喱包或者是这个三明治，还有番薯糖水，还有个乡村面包，乡村面包我这边没有写到哈。那午餐呢，午餐就是黑芝麻乌龟豆，就是那个菜豆啦，咖喱马铃薯鸡哦，其实我当天我是换了那个素羊肉，还有这个蛇了虾面线虾啦，就挤那个马油腻下去的。那这边就是贵宾的，加这边多加一个莲藕花生汤，还有一个炒一个北京包菜，做个水果拼盘哦。还有毒辣三文治，这个三文治这个毒辣哈、哦，毒辣酱我迟点再跟大家分享啊。还有这个晚餐橄榄菜饭也是打包的，那这边就350到400包的分量，跟都是一样了。那我们就先来列要的材料了。啊，这边就起，我们先起一个草稿咯，350到400人哦。大家有想过我们一个人吃的分量是多少吗？也大概就是450克左右啦，就是做个平均的那个计算啦，就是400到500克左右啦。那我就做个450克的计算啦。那羊肉面我就用了那个大面条，那个福建面的，没有碱水的。大面条6公斤，还有肠粉，肠粉5盒咯，5盒大概是80人。面条6公斤，就以每公斤7个人的分量啦，加那个菜啊，可以去到吃到50人啦，啊。然后米粉我就4公斤，4公斤可以100人左右啦。然后黄面10公斤，70人，就170、250、300，加粥大概是整百人了啊，就可以吃到400人的分量了。大家买的材料有黑胡椒自己准备拿去炒罢了啊，炒面的炒米粉面的红萝卜我订了10公斤，豆芽10公斤，菜心5公斤，包菜5公斤，斑斓叶拿来煲糖水用的500克。那咖喱头自己准备了，这个可以煮多了不用紧。乡村面包是给这个茶点的，就包括了杜纳三明治。面包我是订了30条，只要后面才讲嘛，我们一步一步来哈。咖喱包我是订了400多粒了，就找人家做的，就收借兵去到那边再炸。那早餐材料准备了，茶点准备了，到晚餐了，哎，到午餐了。午餐黑芝麻乌龟豆，黑芝麻
啊，先写出来咯，啊，然后乌龟豆，乌龟豆再写出来咯，然后鸡丁，啊，当天我是换了素羊肉哈，那马铃薯写出来了，啊，用到的番茄，还有香茅也是煮咖喱的，啊，虾我们就列出来了，用什么牌子的虾，然后需要用到 mayonnaise 我就三公斤，那咖喱要煮到椰浆我就定7公斤，7公斤是包括马铃薯跟这个咖喱肠粉早餐的7公斤，还有生奶啦，哦，两个咖喱，然后到 VIP 的 VIP 这边三样，加一个汤跟北京包菜，花生莲藕汤，唐山莲藕2公斤，百亿花生米2公斤，啊，这个有多的了。然后到白芝麻，白芝麻是给这个肠粉的。啊，午餐的材料差不多这边了，那我们要的分量就是来列分量了。乌龟豆我就400，我就算它一盒50克，因为乌龟豆这个豆它不会熟嘛，我们给50克都很多的了，放在饭那边都看到很多的量。如果是用青菜那种会缩水的青菜，我们就要给到100克，因为三样菜嘛，我们就给它100克。如果是缩到比较严重的，我们要定到它差不多101克到102克，比如说400份，我们要定到40多公斤了啦，啊，就以450的分量来计算啊，白饭我给它150到200克，然后这个50克就200多克了咯，还有这个马铃薯鸡丁这边加起来就是40公斤了嘛，每一份是100克，那边300多克了的咯，300多到400克，加这个蛇的虾，啊，大概一盒饭就是450克左右了，啊，够吃了的了，因为有这个茶点跟下午茶了嘛，所以是不会饿了的了，那个分量也 OK 了的。就到番茄，番茄我就定5公斤了，5公斤煮这个，还有给一点啊这个炒面的。香茅也是给咖喱的了，啊，来个2公斤就够了。面线侠，面线侠就是一盒里面有10条的，啊，他建议我用决明的比较漂亮，所以我就用了决明的，就40盒。还有mayonnaise3公斤，啊，就是这样子，午餐解决了。然后到下午茶，嘟纳 sandwich， 这个嘟纳这个三明治的面包，面包我就那种马西莫面包跟改丁尿，我就订了30条。然后绿豆番薯，绿豆5公斤，番薯5公斤，这边就来煲糖水了。煲糖水要用到糖咯，糖我就订8公斤，盐啊米啊米70公斤了，就给它多点了，鱼多，然后万一人数有增加。都不用怕，酱油3公斤，食用油20公斤，要炸马铃薯啊，炸素鸡，炸其他东西的，炸咖喱包，然后麻油一支咯，啊，就到这个晚餐了。晚餐橄榄菜饭，因为我们是用那个蒸的那个气压锅、气压炉嘛，就一托盘3公斤的米哈，我就用3罐的橄榄菜，大罐的450克。就放3罐，我蒸12托盘，我就用36罐了。里面的材料就有紫竹鱼跟长豆，长豆我定20公斤，跟这个素鱼啊，素鱼我定了30条，啊，这些就是拿去切碎了，啊，去炸一炸，长豆也是炒炒它，放好了，放橄榄菜3罐，放就捞就可以了，放锅那边炒几下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么简单了啊！乡村这个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了的乡村面包油了，大致上就是那么简单了。那现在草图出来了哈，那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发给对方了，就给他知道我们的菜单里面有什么东西了。茶点是咖啡美露啊，就让他知道。现在接下来呢，就跟它归类，我们就跟它归类菜类、塑料、粉、干货之类的，啊，
就是刚才我这边都在这边写了，菜心包菜、豆芽红萝卜、菜豆、马铃薯、番茄、香茅这些了，就全部列出来，就叫那边槟城那边去购买这些食材了，哦，猪料啊、面线虾、紫竹林、素鱼，还有黄面、米粉啊、肠粉啊，这个肠粉跟大面条就我们自己吉隆坡自己带上去，因为在槟城呢就没有那种扁扁的那个肠粉，他们那边的是圆的一条条的啊，这些干货的啊都他们准备了，就是那么简单了。好了，最后感谢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听我啰里啰嗦的来分享我这个这么乱的草稿图哈，啊，希望这草稿图可以帮到大家了，大家也可以计算得到我们一个人可以吃下多少分量的食物哈，来做一个平均去计算。那有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没有计算到的话，到最后食物会剩一大堆，要不然就是不够吃，计算少了。一般上都会算出很多出来，就是怕不够吃，就煮了一大堆出来，到最后就是剩下一大堆食物，就浪费了。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了，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当我有影片上架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觉得好的话，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素食就是这么简单，素食也很美味哦。感谢您，我们下期见，拜拜。亲爱的少年，记得保护自己，拜拜。